欢迎回来最新新闻的现场。今天接下来看是嘉义县水上乡的选手上天宫，因为内殿的建筑历史久远，在去年完成整修，20号特别举行着安葬大典。嘉义县长翁章良、立法委员蔡益瑜，阁有议员张佩业、赖清祖和詹婉珍应邀观礼，众人将神尊重新安置伫咧神桌顶，共同来见证着庄严的内殿，阁有神尊重新返回寺庙的隆重时刻。选修上天宫是水上乡主要信仰中心，主祀天寿圣庙，当地第六里社会公益事务获得112年度盖棺即有宗教团体20号举行中秋灯龛安座大典。县长翁章良、立委蔡益瑜、县议员张佩业、赖清如、詹婉珍应邀观礼，众人将神尊重新安坐伫个神龛。水上的居民的正中心，也是水上的信仰中心，咱的妈祖庙。那今仔日也就会安坐。那这是四百年历史的妈祖，那所以规个仪式非常的庄严。那嘉义县各界啊，大概足侪人来这个所在来观礼，来看咱妈祖啊，就会安坐，啊，然后会当继续伫咱的大殿。然后接受啊，咱的啊所谓乡亲啊来了，大伊参拜啊，包括来听大家讲愿望、聊心事。所以我想信仰是一个足大的力量，尤其这个所在开征非常的早啊，所以28征啊，大家拢来这个所在作为信仰的中心。所以伫遮啊，真欢喜啊，今仔日会安坐圆满成功啊，唔忙啊，咱的妈祖。继续保庇咱所有乡亲士大。县长翁章良表示，选择上天宫主祀妈祖娘娘，具有嘉义人以及水上乡亲，今仔日灯龛安座大典圆满完成，相信所有乡亲拢能获得妈祖的庇护，找到内心的安定。李伟蔡义表示，今仔日一早就有真侪乡亲坐久。选择上天宫，众人拢非常重视安坐大典，也真欢喜看到活动顺利圆满。希望妈祖婆能庇佑所有人顺利平安。选择上天宫主委赖向全指出，寺庙应该可以追溯到清乾隆两年。建庙初衷是为着护佑在庄居民平安，是乡亲的精神和信仰依托。每到过年的初一，拢会举办春节护国食斋祈安礼道大发挥，拜祷点灯祈福，礼敬天上群星，祈求乡亲平安。最新新闻，蔡明东、朱祥香采访报道。各位大朋友、小朋友，2024庄头剧场巡演来啦！我拉曼查唐吉诃德以英勇骑士的名誉。向全能的上帝发誓，我要帮助我的仆人桑丘找回他 mother 的夜明珠。纸梦车唐吉诃德冒险故事《银河天马》庄头限定版，龙来啦！除了要对付这个遁地双头龙，还要对付一只啊飞天四头龙，各式冒险呢，相信会给大朋友、小朋友带来沉浸式的感受哦。除了晚上演出，在下午就有许多的表演。庄头见，大家千万别错过！没错，哎呀，双头龙来了！